晚安啦。晚上好，晚安。跟果果整理房间，跟果果整理房间，刚刚视讯整理房间，对，为什么你们知道？哦，我想说，你对啊，傻眼呢，很好笑哎，才发现我们有一样的东西。哎呀，看错哦，没事的。一个是暴龙，一个是，它是鸽子吗？鸽子吗？好像是鸽子哦，是鸽子吗？笑死！头发越来越紧，变好看了吗？喜欢这个发色吗？发现爱上浅色头毛了，但你看到了吗？我的发根又要长出来了。头发可以不要长那么快吗？奇怪耶，但我觉得底下也没有到变得很长，但是我的发根就是一直长一直长，不要再长头发了，奇怪。还跟你们分享我的新的夹板，我刚其实晚开播是因为我在用头发。蓝色比较好看，金色也不太好看一些。重。哎，然后呢，它的功能很棒，它就是可以卷，然后可以玉米须，然后可以离子夹，是不是？金鱼，谢喽。新的绰号了哟 ，Hello 啊，要叫他想摆也是可以啦。夹什么？现场夹一下，玉米须造型就是。它就是比如说你把头发这里这样子弄起来，不能夹最表层，其实没有不能，只是你夹最表层的你就会很好笑，这样子拿一撮起来之后，这样子然后夹住，
它就会有纹路，然后呢，你的头发就会变得比较蓬。但其实我没有很会用，所以我是第一次自己接触到玉米须。你们当然不会看到啊，因为玉米须就是要藏在里面。我真的不会用，不是很会，可能我夹的不够。反正玉米须的作用就是藏在底层，然后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就蓬。好像有欸，是不是有差？是不是有一点差别？这边应该没有加啊，算了，随便啦，反正就是这样子，懒得用。好像要弯开，谢谢。不插呀，那一撮。这样子，哎。你看这里，等一下，我现在不是一直染头发吗？然后我的头发就是夹了之后就会硬掉啊，反正就是对它会让你的头变得比较蓬，好像真的有，好厉害哦！谁来雨林打字？看看在打谁。你在打什么？四月光有内容吗？跟你说，我记得我永生难忘上一次的申诉。Hello 燕子 ，Hello 大健。因为呢，这个真的太好笑了。等我先补个口红，我有点看不爽我的嘴巴，就是，哦哟。我的口红会塞太满了，涂这个好了。就是呢，上一次的神锁，我们可爱的李彩杰小姐，她给我，因为她其实第二次，我是第三次副歌要跟她一起跳，然后呢，她在第二次副歌结束的时候。他不应该拿着绳索，就是我们跳完都会一组只会有一个人拿绳索嘛，然后他应该是第二组的时候不要拿绳索走的那个人，但他拿了。然后呢，我跟他一起跳的时候，我是拿绳索的那个人，所以我会是第一拍就要出手，结果我们两个呢，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好这样绳索，他的手，我的手，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噔噔，然后我们想说现在是怎么跳，然后呢，我就想说这首歌我真的超开心，我看到郭馨予的时候我完全忍住没有笑，想说这次稳了，可以了，因为我通常就是只有看到郭馨予的时候我才会笑，其他人都不会，哇。我大爆笑哦，谢谢李彩姐，谢谢。然后完全憋不住，因为我想说不能笑，但是我要憋，但是我又憋不住，我又不可能总直接笑开怀吧。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一直跳，然后结果突然第二眼不小心又跟他对到眼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什么表情吗？他是这样，我想说，哎，你也笑得很开心了吧？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大笑了。失败，第二次失败，谢谢，谢谢大家。大家绳索对绳索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上一组对的人是谁，但是真的很好笑。我真的是心很累，这样子，哇，直接忍不住了。真的怎么可以失败成这样？而且我这么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看到国庆的时候，我想说。Yes， 我这是不会笑出来，绝对不会笑出来，然后就跳跳跳，很棒很棒很棒。然后间奏结束之后，
噔噔，然后就哇，谢谢，哇，大剑，好好讲话，证明跟韩不熟，是他拿错好不好？关我什么事？但是上一次是，真的，我们两个默契真的很不好。上一次是绳索掉了，这一次是两根绳索，我就看下一次怎么样吼。我就看我们怎么什么时候会好吼。反正什么意思？跳的时候交板不一定，就是他会安排你说你这次结束是你要拿着还是另外一个人拿着，但是一组只会有一根绳索。对，就是老师安排的非常巧妙，编舞老师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永远就是对会出错。没事的，你的两个宝都还在呢。嘿，有趣，十分有趣。然后呢，上一次去带艺踢，有没有什么？反正上次最印象深刻就是对，永远的绳索，笑到疯掉的绳索。然后结束的时候，不是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检讨影片嘛。然后看了一下那个我们的巧克力，还是好乱呢，真的是各跳各的，大家。但是好可爱，开心就好。果果，对啊，他在干嘛？我吓到，我想说，哦，发生什么事情？还给我转很多圈哦，也是很厉害。要不是他太高，我一定抱得起来他。想好什么颜色了吗？我原本不是说要做灰色吗？但我有在想。要不要做深蓝色？不是亮的那种蓝，是可能这种，再比这个再深一点的蓝色。为什么你们看起来这么这样子的颜色？你们觉得呢？因为灰色我觉得，很容易失败的感觉，就是那个 feel 不对，而且我也不知道它的灰色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点担心这样子。对，不好的，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Hello， 谢谢换票车的芋头社。谢谢带的古梦，喜欢就好。就这样子，反爆成功，我下一次，好不好？为什么我的眼睛上有毛啊 ？Hello， 可以走开吗？哦，是这里。染浅色头发就是你的头发掉到脸上，你会找不到它在哪里，如果没有照镜子，很认真看的话。是一个找不到。吃凤梨，好像又装太多了，抱得动吧？西兰完全不想理你哦。
刚我跟国勋宇在视讯的时候，因为我这哦好，其实从昨天开始而已，然后就是有在喝水这样子。本人是一个节约用水之超级魔人，就是我真的只要有饮料，或是就算没有饮料，我也可以一整天不喝水。对，然后对，然后呢，就是只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真的是我不是不爱喝水，是我真的没有到很需要喝水之类的。对，然后呢，我刚刚视讯的时候，我就在喝水。他就说，我就这样子喝着，然后我就说夸奖我，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 张宝宝，你在喝水吗？你竟然在喝水吗？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就这样子给他，因为我们视讯嘛，就画面我切到这里，他说那里面装的一定不是水。我说是，真的是水，但我现在装了柠檬。哎，在看得到吗？就是我会喝柠檬，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情。对，因为我爱上浅色头发，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晒黑了，所以就是喝一下柠檬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蛮好笑，就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不知道能坚持几天的事情，可能。但就是试试吧。但其实你知道吗，喝水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人家都说多喝水对身体比较好，但是我不喝水身体也没有比较差，所以我不太相信这句话。然后呢，多喝水皮肤会变好，但是我皮肤也没有差到哪去，所以我也不相信这句话。所以在我的世界，我就觉得就是喝水只会水肿。但就是突然想喝个水， I don't know， 说不定有奇效。 OK， 整理房间哪个部分上去？没有，跟说我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呢，我的房间会下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我的房间也会跟着下雨。然后，因为我的房间就是它是 一片一片拼起来的，反正就是在那接缝的地方，它会漏水。然后呢，我们的房东就找了一个人来帮我们修。然后，他就在我的屋顶上开了一个洞。结果看了之后发现，开了那个洞解决不了我的漏水。然后呢，我的天花板是木头，就是它切开就是会有木屑掉下来，然后我铺了我很可爱的地毯，然后他没有帮我铺塑胶片，塑胶片就是那种养生胶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对，或是他也没有把我的地垫先说哦，要先拆下来哦，什么之类，就是都没有。所以我回来呢，我的地毯上就都是木屑，我直接爆炸，超级傻眼。然后，对，我就在清理那个。然后，因为他弄，所以我的就是柜子那些有移出去，然后。有一些摆饰也因为会漏水，所以不能放在原本会漏水的那个底下。对，反正就是再把它恢复原状。然后我不是贴了镜子吗？它可能就是在锯那个天花板的时候，墙壁也跟着一起震动，因为就是对，我们墙壁偏烂，它就是会一起震动。然后我的镜子就掉了，然后就坏了一片。所以我现在要不就是走近一点才能照到全身，要不就是卡头，不然就卡脚。
我立刻要爆炸。好，结束。你刚才一定也装柠檬，没有加个蜂蜜，有，我有加一点点，但是没有加很多，因为不想要太甜，不想要太甜，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就是不想要加太多啦。当然是甜一点啦，但是我买的柠檬超酸 ，Oh my god！ 对，然后看一下哦，等一下哦，我回一下。Hello， 小贤，你相反一天三哦，我没办法。怎么继承是明天直播？欸，我也不知道，直播表就是今天，所以就今天吧。你应该喝很多水啊？为什么？还年轻就哦，短时间长期不喝水会伤身体？不会啊，身体很好。上班要忙记，没事。谢谢小贤的带你去流浪。年轻就要照顾身体，不用了。差不多活够了就好了啊！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被雨淋吗？对，我真的是傻眼，很符合，哪里符合啊？我还会，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那个我妈咪在接，就是那个漏水的地方贴 B 的尿布，她才不会就是一直滴下来嘛。然后半夜就是会接到满之后，那个尿布不是会变重吗？它就会掉下来。我已经连续两天半夜起来。把那个尿布弄好，重点是他今天还是没有修好，然后我还损失了一片镜子跟两块地垫。然后就全脏了，你的心破了一个洞，塑胶布防护没做，没有破掉，对啊，破就是一个洞。那我不懂的是，假设好房顶它破了一个洞，这样，那你不就，比如说，这样子，把它盖住，就是这边焊好，它就不会从缝再流进来，不是吗？或是里面补一个，然后把它弄好，至少暂时它不会再滴下来，对吧？然后你要。后期要去再去做什么东西就无所谓，他没有，所以现在我的屋顶跟我的天花板中间有一块 BB 的尿布垫。假设在下大雨，那个尿布垫在吸满水，我的房间会继续下雨。谢谢大家，还好不是我们自己出钱，不会帮你遮盖，至少先告诉我要把地垫弄出去。等一下哦，我要回前面的，哈哈。盖旧章，漏水了不好没有，随时都要再搬走。你要租给我房子吗？免房租，但是才没有买到。哎，但他也不是故意的，好不好？只是我就是，对，今天很暴躁。我跟你讲，我发现啊，我跟国勋是不是很像的？还有一个点是。我们两个就是暴躁的时间都差不多，然后因为前几天他就突然很暴躁，然后我就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现在换我，然后我们就依然一起暴躁，但就还好，因为彼此，而且我们就是讲完就结束了，要不然怎么没有很臭，接受的东西没想那么简单，但是至少可以暂时不要再。我的屋顶跟天花板中间铺个尿布垫，真的是谢谢他。谢谢 BB 提供，谢谢。不用快板子，用尿布，我也看不到。直接堵住短时间还是硬睡？
对啊，你推的那孩子什么东西？你不要气，不气了。放蜘蛛你，你练你哇！我要怎样练习每天从台南上来？看不出来会很暴躁，他会，我们两个都是，而且就是那种，然后下一秒开始狂笑，两个怪人。要不接？为什么不直接在我们的天花板弄一个水管状？好呀。什么跟什么？那我的口红不是不沾杯吗？为什么还是会掉？小猫变狮子，三瓶。我也不知道我房间有几瓶。我房间这个大小就够了，真的是谢了，我一点都不可爱好吗？我可以直接给你们看，一点都不可爱，妈呀！小，给你们看啊，可爱吗？好可爱哦。看到吗？这里就是他开的那个洞。要不跟郭馨予一样的扭蛋娃娃，这里这个。谢谢大家哎，真的是哦，不要闹了。好，就这样分享完毕。我前几天嘴巴长了一个泡泡，所以他现在破了一个洞，不要在意他，当作没看到。补苍蝇，哼，好美，好像公主，有吗？音乐来了，滤镜帮你盖掉了，哪有？他在啊，我自己看得到，我在意，看他不爽哎、欸，太小，哈了回回，他有请求，你知道吗？我去问他，我说，我的粉丝跟我说，你在直播上面说想要再被我亲一次什么？他说我哪有？好，是不是你们？怎么要拔一块啊？奇怪耶，就不能有个中间值吗？善变的笑，是这样吗？好哦，大姐。笑死。我好醉，哪有？我超歪的。看到了吗？超歪的 ，Oh my god！ 然后，对，然后我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在做什么。这个礼拜呢，
是在灯光组。我上一次不是去了台中吗？然后是同一档演出，然后这次在台北的场次。对，所以这一个礼拜整个礼拜都在忙这些。生日会穿婚纱，他已经不是，哦，我没有需要他。我没有需要他，我跟他不是真爱，我唯一的真爱只有郭馨予。喂，现在的颜色很好看。Hello， 姐姐你好，晚安。梅林啊，梅林也不是真爱，真的不是哦，真的不是。有承认吗？你去问他，他敢不承认他试试看？为什么要强迫他？他敢不承认他试试看 ？Hello， 海风你好，好羞，不用的，哼。谢谢姐的票票。突然不懂我刚刚补口红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现在在我的凤梨上面。好想当凤梨，凤梨会咬我的舌头哎、欸，不要吧。可爱才能发疯状态，我也怀疑。推荐买哪一天？每天都买啊，我应该都会这样。应该都会这样。这个凤梨都有下去，我哪有？凤梨酥吗？不喜欢。我凤梨酥只吃酥，不吃凤梨。有啦，现在有比较能接受。我之前是完全不喜欢吃凤梨酥，要不就是只吃外面的酥，然后我会留下那个中间的心。我吃蛋挞也是这样子，我只喜欢吃饼干那种蛋挞。不喜欢吃酥皮那种蛋挞，但现在都可以接受了。只吃酥，对，就是这样子。用温水冲一下，没有这个还好。放不要不要给盐吧，不要。我也不喜欢苹果泡过盐水，超级不爱。苹果就是苹果。苹果本身已经没有很爱了，它在泡盐水，我就更不爱它。酥皮浓汤超爱啊，那根本就不一样。酥皮浓汤是酥皮浓汤，蛋挞是蛋挞，讲什么废话？分土放一分，成分不管它成分是什么，就是不喜欢。之前，现在还好。不会到特别去吃凤梨酥，但是如果有凤梨酥给我吃的话，我会吃。谢谢 Sparky 的啾啾你哦，也不是太甜，就是我没有很喜欢。我就说我没有很喜欢加工过的水果，蛋挞超级美味，
我之前很喜欢吃罗东有一家，它是就是我喜欢那种饼干的外壳，然后它里面是像冰淇淋那样子，哦，超好吃，但是它好像倒了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它去哪了，但对，就是很久没有看到它。可是那个真的超好吃，可是我现在可以接受蛋挞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就是突然觉得，蛋挞其实还不错吃啊，这样子。对，芋头火锅吗？我不喜欢吃咸的芋头。怎么现在也要开始踢组的那个 MC 了？是不是？我可以哦。有什么争议吗？不爱吃咸，蛋挞里面都好吃。现在觉得还可以，但以前真的不喜欢。然后我吃月饼，我也只吃外面的皮，就是我很喜欢吃，有一种月饼是里面包绿豆，绿豆馅，然后它外面会是一层一层油酥，是吗？这个名字吗？好像不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那种。我只吃那种月饼的外面，另外一种月饼我不喜欢，不会吃。除非它是有包肉松跟蛋黄，这个超爱，其他都不行，其他都不接受。然后我也喜欢吃那种，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但是它就是超大一个的月饼的感觉，然后里面会包肉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玉米浓汤超爱啊。太阳饼，太阳饼也只是外面，我之前不喜欢吃里面，但现在也会吃里面了。冰砖吗？吃到了。喜欢芋圆还可以，没有到很喜欢。对啊，等一下哦，我喜欢吃饮料店的芋圆，但不喜欢，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很大颗的芋圆，就是刨冰的那种芋圆，没有很喜欢。也有加入姐的战争，没有，我选不出来，所以没有加入。尤其是冰火菠萝那个菠萝油，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它就是甜甜咸咸的，我选不出来。但后来理解的应该是甜的，因为它是甜点嘛，对吧？绿豆碰哦，吃内馅。铜锣烧吗？没有，我没有到很喜欢吃铜锣烧。我好像没有很喜欢包红豆馅的东西，除了红豆面包，超怪，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样子。那就咸啊，有啥好挑？才不是，它是甜的，因为它的主体是菠萝面包啊。不是里面的油啊，叫菠萝油嘛，对吧？相比起来，比例来说，菠萝占大部分，所以它是甜的。只吃皮不吃馅，对，但现在都会吃。现在就会觉得哦，要配在一起比较好吃，也是不要浪费嘛，对吧？在外面只吃皮，然后把馅留下来不好看。绝对是在找借口。嗯哼，对，但是像太阳饼也是，可能就是因为真的里面太甜了吧，所以我，哦，是因为里面太甜，所以我比较喜欢吃外面。收的，还有什么芋圆？我真的是，因为有些芋圆大颗的就会有一个味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味道，但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味道。可是我就很喜欢珍珠奶茶加芋圆，超好。
一开始会这样喝是因为 Coco， 对，它有一个三 Q 奶茶，哦，很好喝。芋头味还是化工味？我不知道哎，但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染头发，我吓一跳。我已经习惯这发色了，欢迎你慢慢习惯。只有我吃凤梨，凤梨会卡在牙缝里吗？哎，没有哎，好吃吗？我不太敢尝试。什么东西？谢宏伟的普通轿车，谢钟颖的钟情玫瑰。对，我刚才讲什么？还不敢试啊！原来如此。我不是说我，就是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勇于挑战的人。但是我发现在吃的方面就是会很直觉的去选自己很常点的东西，就是我爱吃的就那几样，像是意大利面永远就是奶油优先，偶尔才会吃肉酱，然后只要知道哪一家好吃就会几乎只吃那一家，然后饮料也是绿茶加珍珠奶茶，几乎就是这样子。不然嘞，要点什么？我又不喜欢喝水果茶，没有很喜欢奶盖，好像也就剩这样可以点了。所以到底是我不喜欢挑战呢，还是我只是喜欢吃这些？好像是喜欢吃这些，我也不知道。虫虫料理吗？有，对，很怕踩雷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吃饭很重要。我只要已经想好那个味道，但是我吃的不是我想的那个味道，我就会心情很差。对，吃过一次，对，那就是真的没得选的时候，或是我今天特别想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才会点那些东西。对，然后因为我上一次去台中的时候，我就是负责订便当，然后我原本我记得我上一次对于我订便当我自己也很心情很好，是因为我订的刚好都还不错吃，然后大家心情就很好，所以就整个就很好。然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觉得我订的便当很好吃，可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台中，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超级没有把握，因为我觉得吃饭超级重要，可是我如果点到不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对，所以我那时候很紧张，但后来才知道，哦，他们觉得我订的东西还不错吃，虽然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嘛。然后为什么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呢？因为我原本打算去台中那几天我要减肥，结果我订的东西太好吃了，然后我就吃得很开心。好，这是题外话。然后呢，反正这次就是便当依然是我点。但是因为我在减肥，所以我就都没有点我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很点的好不好吃。但是戏曲中心那边真的好难订，戏曲中心啊，那边真的是有什么好吃的、啊？我明天中午要订那个什么什么油饭，
什么鼎什么油饭。公演的便当会很想自己订吧？还好，因为没空。对，而且姐姐他们也知道我们大概会喜欢吃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吃到不好吃的，所以他们也会好好点。后来订什么鸡腿便当这些吗？都有，我还订了什么面疙瘩、干面、板条，吧吧吧，都有，都订。然后对，就还好，可是那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我们又有金额限制，所以不能订太贵的，点不到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就默默的问一些啊，这几天的便当还可以吗？很担心，唯一的福利就是便当吧。我比较想要就是给我们钱，我们可以自己去买这样子。说自己没空，但是想要出去买，就是对。要不就是自己带比较好控制时间。我真的很常因为吃的东西生气，而且是唯一一个会让我超级在意然后原地爆炸的，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哦，你们帮我们结哦，这么好。进公司前，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在表演前自己买东西吃吗？因为我不想花钱。对，但偶尔还是会买一些吃，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控制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吃到东西，或是你也没办法控制今天会吃到什么东西。会连续几天都吃吗？连续几天吗？我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我没有到，我会克制我自己不要这样子做。但是我是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不要？我就觉得每天应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然你看聊天就是，哎，你今天吃什么？卤肉饭。他隔天再问，今天吃什么？卤肉饭。怎么还是卤肉饭？再隔天问你，你吃什么？卤肉饭。怎么又是卤肉饭？就是我不喜欢后面的结论，谁会问？但是对，就是这样子。等一下，主食跟零食是分开的。零食的话可以每天吃，饮料也可以每天喝。对，太陌生才问你吃什么，是吗？不知道。嗨，大战回归，恭喜你吃到好吃的。像是我前阵子超喜欢菠萝油。但我也不会每天去买，因为菠萝油有点贵。对，然后我现在
每天回家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家菠萝油专卖店，然后我内心就是十分挣扎。没关系，我开心就好。我觉得心情比较重要。我有点放了，有点碰到喜欢的店，喜欢的店，哇，好酷！我不会，我就是。点东西的话是，好像真的是意大利面优先，然后接下来可能是火锅之类的吗？什么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哦，都可以。那狗蛋找我，咋的狗蛋？跟你们说，等他要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就会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快笑死。然后我需要帮我的手机开一个电风扇，因为它过热。为什么还是没电呢？懒透了，为什么没电？懒透了。竟然不是烧肉，我没有钱。果果，对，果果，进冰箱。我之前会，我会把手机冰进冰箱。瞬间 Hello 吗？电风扇跟这间屋子一样，差不多。好，太蠢。之后你小烤炉。小烤肉炉，哦，没有啊。可是烤肉真的很麻烦，就是你光烤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我如果想吃烤肉的话，通常会买什么烤肉饭、烧肉冻之类的。记得提醒，不记得也没关系。好。
在想，是谁说的什么东西？怎么开始说他是半国？只要我可以讲他本，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奇怪的结论？我手机很大哎 ，Hello。一样本哦，为什么要关掉？不要关掉，他快唱完了。我不是天使，我是人。有不喜欢的，除了小丑，蛮多的吧。看一下，下礼拜是礼拜天，不喜欢的，假笑脸呢？假笑脸的不喜欢，但又很好用。在我觉得这个人讲话很白目的时候，我就会回他一个这个脸。蛮多不喜欢的，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最常用的，大笑脸，会不会觉得很 NG？ 哪一个部分？会啊。然后第二个爱用的是什么呢？遮嘴巴笑很喜欢，戳脸颊也喜欢，脸旁边有很多爱心也喜欢，感动哭哭脸也喜欢，小猴子也喜欢。好了，蛮多喜欢的，其实蛮多没有用的。可以了，你好幻影战士。好吃，这个凤梨蛮甜的。再叫你呀、你用了我不喜欢的表情符号，不至于让我生气。没有，现在对小丑也逐渐免疫，依然不喜欢，但是就这样吧。
就跟我不喜欢蟑螂一样，它还是存在啊，所以算了。也不喜欢小兽。下次po文帅拍小丑，哦，我不要看就好了啊。下次不要再用了。欸、我没有这样说。有啦，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什么，也是讲这个。但用就用吧，就这样吧。我们真的一样，是吗？哪有？我没有他那种白目。喂。说你宝贝，米蕾也是你宝贝啊。他不是在讲米蕾一吗？什么时候米蕾一也是你的宝贝了？你会吓到吗？谁扮小丑我都会吓到吗？原来是我们不一样。笑死大剑，不要乱认宝贝耶。最近是你没有啊？我们家现在没有瓦斯炉。对，然后我不太会用那个快煮锅，然后电磁炉也不知道怎么用。谁扮成小丑我都会吓到跟生气啊。谁都可以是宝贝，谁煮煮的那能一样吗？套房吗还是公寓？套房还是公寓？整层公寓，公寓的定义是什么？有电梯叫做公寓？那都不是。那啊、哦，公寓。OK， 在你家楼下。你看，你直接帮我叫外送比较快。没有，帮我装个那种电梯比较快。我想问，无人机、空拍机的载重是多重？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家现在在六楼，然后我真的是有够懒的爬楼梯，所以假设我在家里，我可以开一个空拍机下去，叫它放在那个上面。然后空拍机送回来吗？还是有什么爬楼梯机器人，他可以自己下去，然后把东西拿上来？我需要这个发明，应该有吧，只是很贵对吧？我真的想要。不用害怕，好哦，记得给你地址。自有厨房、客厅有啊，无人机柜、啊。
也有便宜的无人机呀、啊，看你买的这些缓降梯，绑个绳子也是不错。绑个绳子的话，这样子撞撞撞撞撞就撞上来了。哦，好像也可以耶。懒得我想怎么卡的？1000多的，算了，我放弃。好笑吗？就是没有电梯，所以我才需要爬楼梯啊。有电梯我就不用想这么多了，好吗？阳台有屋檐，对啊，从另外一边来，多走点路，没。上面有毛，这个是安妮亚水杯，可爱吧？喜欢，很好用，因为它可以直接。这样子就吸得到，它里面有吸管。等一下，我不是把纸拿掉了吗？为什么里面还有纸啊？有够神奇！我刚刚弄进去的时候，我把纸质弄掉了，但里面有纸质哎，为什么？哇，神奇了！怎么可能？住！哇！安妮亚的表情吗？为什么会露出安妮亚的表情？哎，今天这杯比较好喝，是我刚刚蜂蜜加的比较多吗？昨天那杯真的超酸的，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柠檬水不能白天喝，哎，白天喝的话。会变黑，但是晚上喝会变白，有个苦，就跟不能吃九层塔一样，因为他们都会吸光，是吗？是这样讲吗？差不多是这样讲。年轻人要多吃酸，我不是年轻人，有这种说法，对啊，柠檬要晚上喝。就是可以才不行。我看了那个我们公演的那个影片，我超黑的，我只有脸是白的。哎，但是我的脸真的是不是因为化妆所以白，是它本来就是我全身上下最白的地方。可能是屁股，但对，好像脸是最白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有头皮，对，我的头皮是最白的地方，头皮跟脸皮，对，脸色吧，才不是的。其他不防晒，有现在会了。
硬糖发黑吗？小山美玲吗？上次他把发粉用到他的额头，就硬糖发黑了，超笨的。开车啦，我是有车不是啦，欸，没地方停哦。是你说的。小山包青天，上次大家都跟法粉过不去，小山美脸黑掉，然后小迪不是也打翻法粉，我快笑死。健康就好，不用刻意变白。我没有啊，我怎么可能刻意变白？我可以刻意变白的话，我早就变白了，好不好？没有钱，大姐。额头画月亮，我觉得喝水很麻烦，是因为我觉得上厕所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多喝水就是会一直上厕所，真的很懒得上厕所。但是我发现很奇怪的是，我就算不喝水，我还是可以流很多汗，我都不知道那些水哪里来的。希望我多喝水之后，我的汗不会变得更多。会担心明天吗？给你一个笑容，自己体会。不是水是油，那我应该要变瘦啊，但我也没有瘦到哪里去。缺多少？1亿。我缺一个可以让我就是度过余生的一笔钱。我那天看到一个，因为我就是想要存钱，然后呢，我不是有在看小红书嘛，然后我的小红书就是会推荐我一些理财的影片，然后那天刷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拍了一个影片，她说她的人生存款终于就是已经达到足够他就是余生都可以过上很富足的生活。然后呢，我以为他那个影片可能是要分享一下他的理财方法，或者是就是他到底存了多少钱之类的，结果他最后就说，他说只要他在2天后就离开这个人世，对，他的条件前提是这个，完全是被骗的。怎么可以推荐我这么是没有用的影片呢？但蛮好笑的，对，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啊，快嫁了就有，谁说的？嫁人自己也要花很多钱，好不好？应该吧。交遗书，好要，对。水肿的情形，你应该是身体习惯了吧？但我身体不习惯，就是会肿起来。我不是说我这个礼拜都在就是当工作人员嘛，然后这次的
系就是一个，它好像不算系，它是一个跟国乐，然后结合杂技、马戏的一个，算是什么？音乐剧？不算音乐剧，不是音乐剧，我不知道它要怎么讲，反正就是对，里面有国乐，有马戏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工作的话，在旁边就是不能滑手机。国乐不是管乐，对。然后我就会盯着台上发呆，不是，就是我会去帮忙，比如说有什么东西要搬的话，我会去帮忙。但是大多数的时间你需要在旁边专注的看着台上，然后我就一直在找事做。就因为我的那个角度就是看得到那个打击乐，不是打击乐，就是对，后面是打击老师他们，对，然后也看得到那个指挥家，对，然后就是在看指挥家，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还是很不理解指挥家到底是怎么知道他要做什么动作，或是说他指挥其他人要怎么看他的动作知道他在干嘛。我就根本就看不懂，还是没看懂，就是已经看了几场了，我还是没看懂。我看得懂他的手跟着旋律在动，有乐谱啊，但是他们就，所以指挥只要帮忙数拍子的感觉，但他又不能只是这样，所以要这样。有可可拿，对啊，然后我很好奇，打击如果是打鼓或是敲锣的话，他们的谱长什么样子啊？就是一条线上，一个洞吗？就是蛮酷的，我只能在旁边一直想。我才知道，我才不会想要睡觉。对，中午现在没事。哦，那我跟你讲，我知道，因为他们里面呢有一个部分是老师会拿着那种小时候玩的那种哒哒哒哒哒的那个鼓，知道我在干嘛吗？对，就是这个。然后那个手势是这样，那个指挥老师每次都会。然后那个人就会在旁边，对，什么零度？这个不是这样子哎，这样子转转转，上面有两根线，然后就咚咚咚咚咚的那种铜腕，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对，反正就是那种东西，然后老师就会。那他拿棒子跟没拿棒子又有什么差别呢？好像没有差别，因为他有没有棒子都可以指挥，所以那是他的表演道具。我这样讲话是对的吗？好像不太对，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彩排排练的时候他没有拿棒子，但是表演的时候拿棒子。那指挥为什么可以当指挥呢？歌是那个音乐是他写的，所以当指挥吗？还是棒子哪有打出声音？他是这样哎，他是这样子挥，像魔法棒一样，他不会敲啊，所以没有声音，也不会有那种。不会，
所以我就不懂他的棒子是什么意思，是要指人，但是他没有拿棒子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在施法，太酷了，好神奇。会敲吧？不会，就是他同一个演出，他可以拿棒子或是不拿棒子，我就说那是他的表演的时候的道具，就知道指挥的事情。霍格华兹，对啊，很厉害呢，会敲，是啊，我是国乐的，我是弹扬琴的，但我忘记扬琴怎么弹了。而且我很好奇他们的酬劳，超级好奇，感觉很好玩。有节拍，有啊，我们舞蹈老师也会敲。会。我不是说猫头桌，是就是学校的舞蹈老师。但是他们都是老师们，所以应该没有节拍抓不到的问题吗？我后来知道是可能就是指挥的手挥的拍子，就是大家要跟着他挥的拍子之类的，但好像还是会有起拍不一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没听懂，或是我真的听懂了，那就不知道。Hello，Hello 阿鹅 ，Hello 阿鸡，卡林巴琴，不会，有需要他的时候再请他出来。车子的电脑。控制所有，但也要底下的人有在看呐、啊。哦，他们自己会知道要看。啊，反正我就是觉得指挥很酷啦，而且他要自己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就是酷。然后我觉得很酷的是，他们有一个。打击老师会敲那个锣，然后比如说这样子，不是，这里面是玛尼亚，找不到道具。比如说，假设就是他这样，那不是就是在拍子上这样发出声音。但是没有，他们会有一种表演的感觉，就是手要对，要有一个表演的 feel， 就是觉得很酷。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像刚刚摇鼓的那个，他也会是不是只是这样？不是这样，他们有感情，就是。很酷，对。那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他们老师在教的时候会说，你不能只是这样子，你要这样吗？哇，好酷！还是他们自己会给自己一套动作，让我现在看起来不是只有这样。哦，老师会说这么酷。这么酷，真的假的？假的？不是吧？哦，老师会说，所以你的老师有教你，你是弄什么？你的管乐是，你是负责什么乐器？他们都要自己很沉浸在那个乐器里面，我觉得很酷。我
我觉得我很佩服。就像歌手也会很沉浸在自己唱歌的那个境界里面一样，我很佩服这件事情。跳舞通常不需要这种嘛，除非是跳一些比较像 Innocence， 就是会比较有一些哦沉浸在自己音乐的感觉。你是小号，真的、哦？可是小号就没有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不是没有什么，就是小号是这个吗？不是，这是喇叭。小号是什么？这样子，是吗？沉浸舞曲，所以放下。不是，不是，不是。跳绳确定吗？小喇叭，哦，小号就是小喇叭，左右左右摇，对啊，那个后面打鼓的老师也是，就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只要这样咚咚，他会咚咚，这么酷哦，好想看哦！欢迎大家下次握手会的时候带你的小号来，期待期待，好期待呀！直接躺在地板，哇，很酷。solo 哇，有 solo 的时候，好酷哦！打鼓要摇头晃脑的，都会啊。吹笛子也会，吹笛子都是这样，就是对，就我会尴尬，我没有办法，就是。在比如说练习的时候也这样子，因为你看他们练习的时候， 我自己练习的时候，比如说跳舞跳得很开心，沉浸在里面，所以看到自己就是哦跳得很好，所以就自己跳得很开心，会有这样的时候。但他们也没有，那他们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那如果都是吹笛子的要一起动吗？也没有，还是他们不会 care 旁边的是谁，就是很酷。小号是学校的哦，到日本练上班上车，路过头点钱，好呀，这样你会成为全场焦点。拿书也当笛子吹啊？拿书吗？20,000，哇，好贵哦。果然学音乐的都是很有成呢。现在不是不用街头艺人证吗？有什么问题？笑死，很酷耶，厉害哦。然后这次的表演里面有一个是要吊悬吊，然后吊一块布，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但是反正就是对一个姐姐是负责内向，然后她就会在舞台的偏后面正中间就吊上去，然后在上面转转转转飞这样。然后她有一段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悬吊我以为是一个机器会把它升上去，再把它放下来，结果不是，
是有悬吊的，就是专门操作悬吊那个技术的人在旁边拉那个绳子，所以他就真的是，比如说他需要飞起来的时候，人家就要这样子，这样像升旗那样子把它往上拉，这样。对。然后呢，有一段就是那个导演要求说，想要那个姐姐，她是直接这样咻就上去了。那你不管再多人拉，你也不可能一下就把它降嘛。所以那个悬吊大哥他们就是从一个调灯梯上面，然后到那个拍子的时候，这样跳下来这样子，哇，有个酷。然后那个姐姐都会突然这样咻这样子，超酷的。一个松手，没有，他们总共好像三个还是四个人一起弄，所以不会有松手的时候。对，反正就是哇。然后还有一段是也是要这样跳下来把它拉上去，是他会这样当当，看起来超好玩的，我的天，好想试试看，感觉就是很有趣。哎，你想啊，他的世界就是最高点，然后底下全部都是国乐团的老师们，他是在天上飞，哇，很酷哎，哇，放，哇，不会怕高？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感觉很好玩呢。Hello， 塔瓦哥。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独轮车，而且是超级高的那种独轮车，很佩服哎，好酷。蹦极吗？那个不一样，那个没有那么高。还有那个大铁圈，会有人在上面转转转，像巨大方向盘那种。对对，不要，独轮车看起来就是比较可怕，因为他的那个独轮车超级高的，他坐的那个就比我还要高，至少160-170左右，但有点害怕。不行，他也没有手可以扶，就是很没有安全感。蹦极好，你玩过？我想去，那是我的人生清单。哪一天觉得人生无趣，就去玩一下。感觉不会有这一天。對，不会很难，真的、哦、啊，是哦，想去玩玩看。独轮车可是独轮车可怕的是前后哎、欸，就是平衡点，加辅助轮也没有用啊，因为你还是有可能会整台这样往前倒，所以还是很可怕。哪天娃娃兵一起去跳，可以啊。公眼石就是金色的吗？中间没有染，可能洗头的时候灰色掉了吧，因为我也没有洗补色，所以独轮车只会前进，它可以后退啊，但我没，还好，独轮车就是矮矮的可以玩玩看，高的就算了。有趣。
前看到雨林是红色，你看到的不是我，绝对不是我。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看的公演？就能当上个礼拜，哇哇，可能看到头目，哪有头目也不是红色啊，光是这觉得是只待在门口吗？它哪是红色，它是粉红色的，大家红色是我很执着，红色是我，这种事情我也会很执着。它也不是红色的，只有我是红色的。前阵子，没有，你确定你有看到我跳巧克力？谢谢。我不管，红色就是红色，粉红色就是粉红色，就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听不到谷歌公式，知道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想法。I don't care， 因为我可以亲到他本人。我不管，怎么可能看不到云这么可爱？好。双马尾巧克力吗？我上次绑了，不是吗？上一次是双丸子T 组公演的时候，上翅膀啦，没有吗？有啊，没有吗？看一下，有啊，我是第一个啊，我上一次就。第一次表演的时候就把，哼，算了吧，哼哼，你哪有？而且他们的发色跟我完全不一样，真的，真的不一样。我不管，这个我很 care。我有粉红色过，但是我是红色，只有褪色的时候是粉红色，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红色的，因为我都有在吸补色，是红色呀、yeah! 我不要跟你聊天了，哼，反正不一样，我就是要执着不一样。我的睫毛都遮住我的眼睛，但是为什么我看不到我的睫毛？没有哎、欸，这是我的刘海。那为什么我的视线里面没有我的睫毛？哦、好像有哎、欸，雾雾的，哦。
品红色又是什么？我不管。服软说红色，不要理他，继续坚持红色。随便你，反正我就是红色的，我就是红色。不要为了颜色吵架。睫毛有点像金色，看来是被头发影响。我没有染睫毛，哪有啊？是因为灯光的关系。看到吗？它是黑色。黑色。正在放弃我，请拥抱我，我不小心坠落。那也像荔枝啊，我们就长得不一样。你很会抓我的点哦。睫毛和眉毛，眉毛还可以忍受，睫毛是什么？染睫毛是怎样？染睫毛感觉眼睛会烂掉。可爱的蓝色，还是要来强调是淡蓝。没关系，蓝色，淡蓝色没有人染过。芭比娃娃脸，红色之徒，我是。我真的是谢谢，我要关播了，大家再见。我不要跟你们聊天，再见。但好，不可以。表面好难搞，哪有？我也可以不在意啊。这样你看，你们现在就没有这一段，你们就看不到我不妥协的样子，不妥协，对，不妥协的样子。哼，什么叫红色的大脸 ？Hello， 啊，关播了。太人好，我也可以不在意啊，我不要跟你们聊天，没关系。其实我没有很 care， 这只是，对，我知道你们想要看我反抗，所以就是配合你们一下，才不要，没关系，我自己知道不一样就好。你们无法影响我的心情。你的发色是为什么？是今天的光线看起来颜色很不一样。哎，真的是黄的。哦，真的，发色是这样没错。之后走一个美式甜心，也有关系，有吗？之后的风格美式甜心，大家可以送我衣服，我觉得我之后会需要衣服。其他人都没你换的多，是吗？
温都很高，谁说的？哈比人是哪里人？他也是外国人，那不要美式，就是外国甜心，什么鬼？随便，连胜，算了算了，我自己买，算了，我自己买就好。不用了，谢谢。哈比住在夏尔，夏尔是一个地方。啦啦队，不是那种。啦啦队，穿搭，我不可能穿啦啦队服出门吧，就是。魔戒里面的电影不是知名粉丝像哦啊，原来如此啊，原来好好笑。应该都穿 S 号，要看是什么衣服，短版的话就会穿 S 号，如果是 T 恤的话就会穿 M 或是 L。 金发的美国人，不好意思，很多人是金发。三叉哦，不行，三叉 L， 三叉 L 我会变成过膝裙，也要看版型，但是对，通常都哈比，哎呀，当然是喜欢。不谁哦怎么不念了，就是不念。他的巧克力脚不好稳，什么叫脚不好稳是什么意思？巧克力也没有 locking 啊脚不好稳是什么意思？侧粉红色表妹，我现在是金色的，我这里是粉红色的、啊，粉红色。他还没有下播，谁说的？我要下播了，我不要跟你们聊天。你很稳健，只会鼓励。哇！哎，谁啊？你又多一个表妹啊？哎，嗯，不是脚不动乱拍。都会在拍点上，不然该怎么办？谢谢谢谢谢谢夸奖，谢谢，是开心。哇，席兰，谢谢你。发现我跳巧克力，意外的很多人喜欢，意外的。所以我说不定我之前应该要跳亲吻什么歪理啊，没有开玩笑，我还是很喜欢制服。我长得很巧克力，好我也很聪明，讨厌了，谢谢。大姐，你可以去睡觉了。再补一轮，不要。我在犹豫，四体进来就不亲他们了。
犹豫一下。三十进来我也是这样讲，还不是被你们打败了，逊毙了。他爱你，这么酷，好酷哦，感觉很可爱。有表演影片要传给我看哦。这里哪有？多多是。有，我们有，他很努力了，会继续加油的。没有啊，但没关系，我们四个都跳的不一样，所以没关系。不要，我之后叫老屁股担当。很戳耶，没关系啦，如果你愿意给我看的话，你可以传给我看。想看果果那种抗拒的样子，他也是抗拒很久耶。是的。好了，我要念榜了，大家念榜。要念榜了，我明天要早起，谢谢大家。第十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九名是，谢谢。第八名是戴戴，谢戴戴。第七名是樱桃猫，谢樱桃猫。第六名是修哲，谢修哲。第五名是中影，谢中影。第四名是黑流星，谢黑流星。第三名是换票车，谢换票车。第二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 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哦嘿，再下一个洞啊，不要。直播表也写张雨玲到十二点，你又看到了什么公司的直播表？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谢谢大家，老屁屁担当要下播了，谢谢大家，大家下礼拜见，再见。看下我这里是粉红色的，这里也是粉红色的，这里也是粉红色的，再见，拜拜。47截图时间，大家好棒的，不是我提醒的哟，再见，很棒。我的这里现在也是粉红色的，粉红色，还有那是粉红色的，脚趾头也是粉红色的，还有还有哪里？耳朵也是粉红色的。还有哪里？呀，我准备好了，但是我是要给我的宝宝们抢。嘴唇第一个讲了，还有吗？哈，耶、yeah! ！
谢大健，谢谢大健的红包，谢谢脑袋，对，还有内脏。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听说医生在做完破肚破腹，就是把肚子切开的手术的话，只要把你的内脏全部丢进去，不需要整理，它就会自己归位，很酷吧？很酷。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拜拜。这么神奇，对吧？很神奇吧？就是什么好冷，这是真的。脚是不是？我以为你下次握手后要试试看，把你的肚子切开了，吓死我了！再见。